If you need a place where you can run, if you need a shelter to cry on, I'll always be your. 你是何方的小仙？我是这的主人啊。主人，姐姐，你要吃冰果子吗？姐姐，你手受伤了。护房，你是水凝霜。元气哥哥，发生了何事？他是阿宇，他就是那个水凝霜。你初来仙界为何会认识阿宇？不认识，只是好奇。